啊。哦，再扣一下压惊一下。哎、欸，超好开的，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这个有，这有20颗了吧？不要包含其他的那个账号哦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都很好开的。喂，我们真的要十连开？你们开东西真的要十连开？不要开那个不到10个的箱子。哦哟，一出哎、欸，我靠 ！Oh my god！ 妹子来哎、欸！高潮啦！哦，给你迅速的攻！哇，又是这个，错了，可以啦，材料嘛。哇！欸、我觉得刚开开那个世界网的东西，等一下我们来总结一下。这个升级那个什么那个突袭那个就是来开那个局势的。然后世界网就是拿来开那个无情转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他局势一出，哎、欸，真的开东西你们要时间开了，不要不到10个就开了。给你看后，哦哟，盖哈尔，没有想到他会出，他就一次给你2个。可是那个开到那个什么那个隐身药水的几率很高啊，我们不要期待啊。换这个阿迪沙的话也是材料箱了。好，然后就是要开盖哈尔才有。把它开完，好吧，我们不拖台前，不拖台前。开，要开很快呢，770多箱开了应该有20分钟而已。哦哟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开其他的。怎么越来越快了？靠，欸，我越来越快呢，节奏要慢一下，我有点紧张，欸，越来越快，不知不觉的快点完了。哦哟，哦，还好都没有买，你看多客家，开到一下都快出汗了，盖哈尔都没有出来了，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宝石箱也不错，哎、欸，属性箱也不错，哎。我看一下我属性是什么样。对啊，我属性石金色的很少，86升。我紫色有几颗也蛮不错的。这个都不用花钱再洗，直接拿之后有武器直接镶上去就好，直接配一套这样子。洞开一开就好，哎、欸，不错哦，零食也蛮不错的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好啦，开完了各位，那我们来开冰人 S， 哎，这个几率很高哎、欸，这不错啊，我们先开箱子好不好？帮我们先开那个绿色的，刚刚我们开宝箱开出来的东西，
先从绿色的开始拍，这几率也蛮不错的。欸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跳到6点20的时候要来开箱吗？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？你们应该不知道吧？你们不知道为什么跳到6点半的时候来开这个吗？老师有做过统计了，各位，不要小看了6点20这个时间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挑4点多、5点多的时候开？所以为什么要挑6点多的时候开？比较期待等一下要开什么？等一下我比较期待那个有没有开个宝斗来用？说6点20，因为像之前我看那个今天下午差不多几点？四点以前的时候，有几个课长都买很多那个月光石一直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开完之后我不马上开？我要等到6点20这个时候，因为其实之前我看有人在出那个出金饰材料的时候啊，我在出金饰材料的时候啊，都是六点多的时候开到的。不是这个时间点，你看我这样子开很多材料都还蛮不错的。所以你们也可以试看看。我不知道我观察了几次，欸，其实他们有开到的时候我都有看一下那个时间，欸，我看那个时间还不错，刚好都是大约在差不多，反正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时间，好吧？讲过的话就不重复了。不知不觉讲的话都开完了。欸，他还给你锁住是什么？他还帮你锁了。好啦，开完了。欸，对，我们开完了，你们说吧。这个蓝色箱，那个蓝色箱，这个蓝色箱出来的那个橘色的几率还比紫色的几率还高，欸，有没有搞错？玩三个号。这个蓝色箱开出来了，那橘色、那个金色几率比紫色的几率还高很多呢。开了没开吗？真的假的？对呢，还有四个可以。我其他的也有那个四个可以开的，有几个可以开，我等一下先来开他们的好不好？这个白色箱子我就不开了，那个我就自己私下开了，好吧？不要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。好 ，OK 吧？哈，我们先来开重要的。那我们画面现在请导播转一下，我们请导播转一下画面，看一下我盖哈尔的是哪个账。先从其他的，我们再来开，再轮一轮。我先开一个，那我们先来开其他的材料，换一下 ，Testo， 切个画面一下，白色箱都不开了，我们开一下。那我 GG 那个账的运气比较好。这个绿色的应该没什么东西。
这个绿色的我再自己开就好。好了，看一下我们那个东西会不会出来。看一下 GG 这只有没有，我们要一起开吧。四个要开吗？还是十个再来开？